Hello， 我现在已经在 Prambanan Temple 啊，这个原本的名字叫做Sivagraha， 很兴奋是因为我看到是非常大的一个印度寺庙，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就是原本过去印度尼西亚还没有回教之前的时候的原本的真面目，就是充满佛教和印度教的色彩的地方，非常的大。这个也是我第十个的 UNESCO Heritage Site， 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给我自己。我现在已经40岁了，说今年我从印度去到尼泊尔，然后到了印度尼西亚，整个一个文化之旅，就是佛教和印度教的文化之旅。So， 这个就是第十个的 UNESCO Heritage Site。过后我就会拍多一些影片给大家看，里面的寺庙是怎样的。OK， 拜拜。Of Ravana. Thank you.
Thank you.